兄弟们在电影院捡到了一个女孩的手机，没想到还给她后，她竟然这样报答我。啊，那走走。Nice。主要我平时我也喜欢小动物玩什么。啊，哎，你是家里养过吗？小动物。啊，对啊，我现在家里还有猫呢。啊，养的猫。嗯。养的是什么品种？暹罗。暹罗。但是你肯定不那没见过我家这个暹罗，就是。是脸上有点灰的那个。不是，它是就是。脸上没有灰的暹罗。啊，干净暹罗。那是什么样的？没见过。等一下。啊。喂。哦，但是我现在有事儿。嗯，你明天再联系我吧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怎的了？没事没事。我接个电话，就是也不是嫂儿电话，就是那个4S店的。哦，车怎么的出事了？没有车，我要买车，然后前两天在那个软件上看了一下，啊，但是也没太看明白，我确实不懂，女孩对车真是不行。啊，你是要买车啊？嗯。哎，那这么的呗，我吧，我正好有个车行，但我是二手车，你是要买新车买二手？啊，这个没所谓，就是主要我现在了解都不太了解呢。啊，你就一点不懂。嗯。哎，那这么的呗，你先，你就加我个微信，完了到时候你哪天有空上我这儿看看去。啊，那太好了。我保证我这边就是都是就是精品，一点毛没有的，不带坑你的。我信得过你，你拾金不昧了，你肯定是个好人。行，正好我新开业，就帮我冲业绩。好了，那我加你。行，OK，OK，OK。好。